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是五月十七号星期三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从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进行现场的直播。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先介绍重要的国际新闻，而在讨论的部分，我们则请到了谢阳、江天勇、唐金玲等三位维权律师的夫人们到现场，来谈谈这几位律师的近况以及家属们的心路历程。不过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今天重要的国际新闻。在川普总统可能要求前 FBI 局长科米停止调查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这个重磅爆料出现之后，共和党控制之下的众议院当中，一个权力很大的委员会主席要求联调局在一周之内交出科米有关于这个事件的记录资料。众议院监管委员会的主席查夫兹在写给联调局代局长麦凯布的一封信当中，要求所有牵扯或者与科米和川普总统之间任何交流通讯的备忘录、简报和录音等资料，在5月24号之前悉数呈交给该委员会。纽约时报星期二晚间爆料说，科米写了一份备忘录，详细记述了在弗林今年2月因为压力辞职之后的第二天，他与川普总统之间的对话。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份备忘录是科米创建的，用来记录他认为的总统不当要求的文件的一部分。阿富汗的有关官员表示，一批包括自杀炸弹杀手的携带重型武器的激进分子冲入阿富汗东部的一家国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打死至少两个人，打伤至少20人。阿富汗官员说，保安部队立即包围了那里，打死了进攻者，也结束了围攻。有关官员以及目击者对当地的记者说，星期三在南格哈尔省省会贾拉拉巴德的攻击事件发生时，一些自杀炸弹引爆了捆绑在身的炸药，从而在阿富汗广播电视大楼入口处造成了一个警戒的缺口。现在还没有人出面为这次的袭击承担责任。阿富汗塔利班反叛组织否认卷入这次的袭击，表示与之无关。而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系的激进分子在南格哈尔省也有活动，并且经常对于政府设施以及阿富汗还有美国部队进行袭击。阿富汗与美国部队在那里进行联合活动，力图铲除总部设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在当地的追随者。美国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哈里斯星期三说，不管是在南中国海还是大西洋或是地中海，只要是国际法律允许，美国就应该也有能力展开进行自由航行等军事活动。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军海军上将哈里斯星期三在东京发表演讲时还说，根据国际法，自由航行的军事活动是国际法理念下各国享有的权利。此外，在中日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问题上，哈里斯说，美国称美国将像守护北海道一样的来守护尖阁诸岛。哈里斯曾经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为提出严厉的批评，他同时也是美韩联合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的坚定支持者。菲律宾与美国海军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今年是避开了南中国海，目前这个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正在采取新的举措，与南中国海最充满野心的伸手国中国来建立更加强有力的政治以及经济关系。5月8号到19号开始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包括在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的奥罗拉省太平洋一侧进行救灾的演习。参演的双方避开了南中国海的争议海域。北京以及菲律宾对吕宋岛以西的南中国海海域的声索有所重叠，而避开有争议的海域则推动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与中国的友谊。之前两国经历了4年的公开分歧，最终导致了诉诸一家国际仲裁法院。杜特尔特已经访华2次，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同意本月将就有争议的水域进行谈判。中国在去年的10月同意向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今年1月更承诺要援助菲律宾价值37亿美元的30个项目。不过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星期三则发布警告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掌握了弹道导弹，再加上了核弹头，这是灾难的先兆。接下来我们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海军上将哈里斯在东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朝鲜每进行一次核试验就是向前走了一步，使它更接近于能够发射携带核弹头的导弹。他说，
我过去两年里一直说，我们必须认定金正恩的声称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知道他确实是这么想，因此他说什么，我就要把他当真。我们应当因此有一种紧迫感，现在就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星期二，美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黑利警告说，任何协助朝鲜建立核武库的国家都可能面临制裁。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sanctions, 黑利说，我们在谈论制裁的时候要问那些国家是否实行了制裁，那些国家是否按照规定执行了制裁。我们要检查目前的制裁措施，探讨加强制裁。美国要检查第三国经济实体协助朝鲜的问题，并对那些经济实体进行制裁，因为要是协助朝鲜，就是跟国际社会作对。黑利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一次不公开会议之前发表了上述讲话。这次会议应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美国和日本以及韩国的要求举行，讨论平壤在星期天进行的中程和远程导弹发射。那颗导弹在飞行了大约800公里之后落入日本以西的海域，这是朝鲜两个星期以来第二次进行导弹试验。4天之前，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赵对烈说，我们的新总统文在寅清楚地表明，他将坚决回应朝鲜的任何挑衅，只有在朝鲜改变其行为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对话。自2006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对朝鲜实施了好几轮有针对性的越来越严厉的制裁，最新的一轮制裁是去年11月开始实行的。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新闻，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血泪控诉，专访谢阳、江天勇、唐金林妻子。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抗。我是樊东林，我是叶博弈。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口口声声说要建立法治的中国政府，打压律师却不遗余力。谢阳、江天勇、唐金林三位中国维权律师目前都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禁，而他们的家属历尽沧桑才来到美国，并且将在本星期四到美国国会听证。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当中，请到三位律师的家属到节目当中，除了与外界阐述三位律师的理念以及近况，也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首先，我们先来欢迎谢阳律师的妻子陈桂秋女士。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江天勇的律师，律师妻子金变玲女士。大家好，我是金变玲。最后我们欢迎的是唐金林律师的妻子汪艳芳女士。大家好，我是唐金林的妻子。我们欢迎三位嘉宾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当中，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此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不过，在我们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关于谢阳、江天勇以及唐金林三位律师的简介。谢阳、江天勇、唐金林三名为人为己争取和维护权益的律师，因此而被广泛知晓。而他们代表的是中国无以计数的同类无名者。5月10号被关押近2年的湖南709律师和维权人士谢阳获得释放，但是在与家人见面和在家中短暂停留之后，被当局带往某地疗养。与此同时，西方媒体纷纷转载美联社独家报道，美国帮助中国律师家人逃亡，叙述谢阳之妻为逃避当局迫害，于今年2月携带2名未成年女儿悄然离开家乡湖南，经泰国等国家，期间被中国政府接踵追踪，直至3月中旬抵达美国的戏剧性历险，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今年1月，谢阳通过律师披露的狱中酷刑万字记录在美国被公开，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集权与民权的对抗不会止于谢阳。知名人权律师江天勇2016年11月前往长沙，试图看望被拘看守所的谢阳，遭到拒绝之后，搭乘火车返回北京之前失联。12月6号，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尔斯顿表示，他曾经在当年8月与江天勇会面。江天勇失踪是中国官方针对这个举动的报复行为。12月17号，中国媒体报道，江天勇因为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等罪名，遭到警方逮捕。江天勇曾经代理过陈光诚案，参与了高志胜案、胡佳案、广州太师村案等，并且曾经参与艾滋病感染者的救助维权、陕西黑砖窑案件和大面积代理法轮功案。他因此一直被当局监控、骚扰和殴打，并且被吊销律师执业证。而中国维权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广东律师唐金玲是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的首倡者和主要推动者。他2004年开始通过法律渠道帮助中国劳工阶层争取权益，并且发起和参与包括中国公民不合作在内的数项民权行动，提出多种法治倡议，也是08宪章的签署者。尽管唐金玲致力于通过非暴力改变中国，仍然被中共政府视为暴力威胁。2011年初，唐金玲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拘押，受到酷刑迫害。2014年5月，警方对他暴力拘捕，并以涉嫌寻衅滋事实施刑事拘留。2014年6月，他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拘捕。2016年1月，被广州中院判处5年有期徒刑。同年5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唐金玲的代理律师称，警方重点围绕所谓他涉嫌的几项罪名，主因都是他推动的公民不合作运动，另外还包括发起的64静思节、429临朝纪念日、废除户籍隔离等。另外，当局还对他推行的非暴力抗争的学术理论感到不满。人权组织表示，
被称为广州三君子的唐金玲等三人，是因为提倡非暴力反抗思想、促进和平转型到民主政治的集会活动而被判刑。对他们的有罪判决和监禁，反映中国政府操纵法院以及对和平异议者日益增长的敌意。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报道。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三位维权律师的简介，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听一下三位夫人的说法。首先呢，我想先请教一下陈桂秋女士哦，我想先请您来跟我们讲一下您所了解的谢阳律师现在最新的近况。那么也当然也包括说您今年二月才转准从中国到泰国，最后呢来到美国，也不过才几个星期之前的事情。那您可以来说一下说您跟家人这段这个惊险的这个艰困的旅程。我先说谢阳的情况吧。我现在已经联系不上谢阳。他在3月8号，在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这个法庭呢，其实就是一个非法的法庭。首先从他的这种律师来说，他是一个光牌律师。我自己聘请的律师没有到场。然后他的光牌律师的话，我没有见过他的任何的委托书。我们也没有收到法院的开庭通知书，没有一个正式的法律的文件。然后我们很多的朋友以及律师，想申请这个参与围观、这个旁听、这个庭审，就是都被警察给带走了。然后呢，法院的周围的四周的道路早就被封锁了。这是这里这个开庭，然后庭审中间，他们逼迫谢阳认罪。不仅认罪，还否认了酷刑，还说充分保障了他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其实这个酷刑里面来说，我以及我的律师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律师在第一次会见他的时候就经历了这个管教员竟殴打谢阳，把头都打肿、打流血的这种情况。然后还有很多啦，他的同监视的人放出来跟我说，他在里面遭到了这种孤立，同时不准他用钱，连上厕所的纸都没有，牙膏都没有，别人不准跟他说话，他也不准跟别人说话。而且在这过程中，关于死刑犯殴打谢阳的事情，我也跟他们的这种管教曾经谈过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庭审上都被否认了。同时我带了我的辩护律师，我先前前后后有五位辩护律师，想这个在这前过程中为了这个申请合法的这种这个保障合法的权益。但是我们一直到了有16个多月没有得到这个律师的会见。这么大的这么一个违法的事情，谢阳在庭审上说充分保障他的权利。所以这个里面很奇怪的一个法庭。而且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律师在1月底以后，就没有见着了这个谢阳。他们这个要求会见，我的辩护律师刘振清和陈建刚，想那个要到看守所去会见谢阳的话，都没会见到。就是从元月底，就是公布酷刑以后元月底一直到5月8号之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对谢阳做了什么。然后让这么一个刚强的人能够把他的酷刑的经历这么详细的这样跟律师披露，最终他又否认这个事情，还否认他的这种说保证他的合法权益，这些东西都让人不可思议。现在的话呢，我联系不到他，就是反正已经隔绝联系。然后呢，你也很关心我这个中间这个如何来到美国。其实当我来到就是还没到美国的时候，我的家人都遭到了这种这个非法的这个拘禁，我的爸爸、我的妹妹、我的妹夫都被他们拘留了。然后呢，同时把他们呢送到这个泰国来寻找我。虽然无功而返，但是呢，现在呢，他们把他的护照都给没收了。同时对我来说，把我的所有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把我的电脑、我的手机都被抢走了，然后我家的电都被他们切断了，这就是他们对我做的这些事情。同时他们现在就是说，就是做我这个亲人的工作，就是说，说我现在如何如何的，反正就是对谢阳不好，然后甚至说我背叛我的国家，说到这一点上去来了，就是都让人不可思议这一系列的事情。所以很失望。当初我为什么下定决心要来美国，
就是除了我之前受到了一系列的这种，包括我的这种手机啊监控、电子邮件监控、微信那东西都不用说，都是透明的。然后就是我也受到了国保以及来自学校的各方面的压力，有觉得是有时候是让人窒息的那种压力，然后呢，在2月12号的时候，我曾经试图看看我们的这个限制出境是否解除，我和我的女儿都被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列为黑名单，不让我们出境。我想看看我们是否能出境。我在从广州东站想坐火车到香港，在东站过海关的时候，他们查出来我是不能出境的，我的女儿都不能出境，我的大女儿。然后呢，他们就扣留了我的大女儿，扣留了几个小时，同时驱赶我和我的小女儿。这个他们的这个举动让我真的是彻底的失望了，对他们，我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我就下定决心，真的下定狠决心，我说我不想在这里待了。对，就但最后还是到了泰国，然后我经过泰国，然后到的美国。哎，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陈桂秋女士还有谢阳律师的这个经历并不是独有的，现在很多的维权律师也包括像您本身也遭遇到类似的情况。那我就想请教一下金辩玲律师，我们知道去年江天勇律师呢先去探望了陈桂秋女士，之后又到长沙试着去探望谢阳律师，不过他们不让他见。就是在他探望谢阳律师之后要回来的路上就发生的事情了。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还有之后有人这个江天勇被指控说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冒用他人身份证还有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遭到了警方的逮捕，这样的指控你认为合不合理呢？是江天勇是2016年10月21日探望陈桂秋谢阳的家属之后就被失踪了，后来一个月之后，我们家属才收到一个指定监视居住通知书，但是这个通知书上也没有写明这个江天勇被关押的具体地点，江天勇到现在已经失踪，就是秘密羁押吧，已经是第177天了。至今呢，我们家属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具体关在哪里。然后律师呢，申请了4次会见，也没有，他们也不允许会见，所以等于是到现在吧，他也没有什么消息。然后江天勇的这个父母呢，也被监控，因为我给孩子2013年来的美国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对我和孩子进行打压，但是就是现在就是开始对这个70多岁的老人，进行这个跟踪啊、监视啊。就是前几天的时候，就他，江天勇的父母到北京，就想去他弟弟家去整理房间和取东西，竟然在北京西站被当地的就是河南的解放人员被劫，然后就进行这个手进行70多岁的老人竟然把那个手给他拧到后面，然后推着他离开这个北京西站，然后压到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解放人员的那个聚集的一个酒店，最后就押回老家进行讯问，长时间的讯问，并签了保证书说不让给我联系，然后不要和外界的人联系，其实我们709家属都经历了，就是孩子不能上学，然后经常被逼迁，跟踪监视，现在又听说那个陈建刚律师，可能是因为谢阳披露谢阳这个酷刑的这个情况。他的孩子现在也是不能上学了，我当时也是就是一直就是，2013年时候也是被迫无奈，因为受到的压力太大了。江天勇时不时的就被失踪、被酷刑，然后我跟孩子也是经常的被威胁，没有办法，所以就选择就是逃离中国来到美国。来到美国这4年，我和江天勇从来没有见过一次面。孩子有时候就说，
对爸爸的印象就慢慢淡了，啊，所以就是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嗯，江天勇到现在就是说他现在又被失踪，以前被酷刑就是茉莉花被失踪，然后又是肋骨被打断八根，现在又据长沙的一个体制内的一个人士说，江天勇那个被脚，他的脚肿了，他现在就是不能站立，不能走路。这我想这肯定就是酷刑所造成的。另外从您刚刚说到江天勇律师这个被酷刑，之后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有人发布说他的医疗诊断书，还有一些照片，说他这个受伤的照片。那您认为那是真的吗？那是真的，确认是吧？对对对对，因为我手里都有他的这个诊断的证明，啊，他，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共这个当局太。就是对一个维权律师，他也没有说做什么违法的犯罪的事情，他只是为弱势群体发出这个，通过他本人的这个律师的职责，利用他的律师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知识去维护弱势群体的这个尊严，却遭到了这种就是打压迫害。我觉得这个当局很无耻。是，嗯，辛苦您了。但最后我也请一下汪艳芳女士啊，我们知道唐建律师现在已经在这个狱中，因为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去年的一月被判了5年。你对这个判决的看法怎么样？认为有没有希望再翻盘？那现在你了解一下唐律师的情况吗？哎呀，我对这个看法，他的判决呢，我觉得是个，是他本身是无罪的，他这个判决是非常荒谬的。所以我对他们这个判决是不赞同的，所以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尽早的释放出来。对于他目前的状况呢，是被关押在广东怀集监狱。目前的话呢，家属是一个月只能够允许一次会见，在半个小时内，在监狱方规定的范围内，只能用普通话，来对话，而且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有很多内容是不可以谈论的。在7-8个人和摄像头的那个监视下，进行会谈会面。那您是在他们在您还有这个唐律师在国内的家属，是不是也一样受到了监控还有骚扰呢？他们骚扰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那对我的骚扰会比较多一些。在判决之前的话呢，我是被禁止出境的，属于黑名单。判决之后，直到2016年的这个11月份才解禁，大概是，我才可以从香港来到美国。是，好的，谢谢您。我另外最后也想请教一下三位女士哦，就是说我们看到另外一位维权律师李和平。他在这个4月的时候被判刑了之后呢，判刑3年，缓刑4年，然后在5月9号被释放了。那这会不会让你们对于你们的丈夫被释放会感觉到比较有一点希望？不过同时也看到了李和平他整个人的相貌也都变了，精神也都变了。那刚才您也那个陈文君也是提到了谢阳受到了酷刑，你是否也担心说这样子情况也会发生在谢阳身上？我们先请这个您来回答一下，就是关于李和平这个事情，会不会让你更有希望，以及是否担心自己丈夫未来就跟李和平一样？我觉得很担忧啊！本来李和平就是无罪的，为什么判个缓刑，还是一个秘密审判？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了让他们认罪，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李和平、李春富、李淑云。这个任全牛等等都被吃药，灌不吃的话就灌药，我不知道谢阳这里面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后续所有人都联系不到他，所以他们本来就是无罪的，就应该无罪释放，谢阳到现在还没有宣判，所以我是也非常担忧，对于这个不讲法的一个社会，我对他的这个。我不是真的是很担忧他的这种状况，而且担忧这个人权律师这个群体的这种状况。是。709逮捕了这么多人，对他们这样的实施酷刑，然后又不准说，也不准我们家属说，这个对，还有龚宏国也是被灌药，
这个被吃药，这些都这些事情让人真的是不可思议。谢谢您。那金女士，你怎么看这个事情？见李和平和这些被释放的这个维权律师，他们被灌药，啊，被酷刑，所以我非常的担心江天勇。江天勇他是有高血压，但是他们给他吃的肯定都不是治高血压降压药，肯定不是。所以他现在又腿又不能站立，所以就是也肯定也遭受了酷刑。另外李和平他被他判是说判三缓四，其实就相当于给他戴了个紧箍咒，七年都不能就是说违反他们当局啊所谓的就是你不听话，我有可能我还会再给你关到这个监狱里面。虽然暂时的想让现在是现让你和你的家人团聚了，还有这个王全章律师，他现在到现在600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对江天勇会不会被释放，我真的，我觉得就是没有很大的希望。所以我请求大家对还有国际社会、国际媒体对江天勇还有这个709还没有被释放出来了，这些律师和公民。大家对他们关注一些，关注多了，给当局促成的压力大了，也许他们会把他们放出来。是，那汪女士怎么看？就是你会觉得李和平律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让你觉得更有希望，还是反而觉得更失望？我觉得是没有那个希望在那边。因为这个709的这个审判的话，709对已经判决的和未判决的这些人士的关押，和最近爆出来的酷刑和喂药这件事情的话呢，让我们感受到就是说，中国的法律呢，就是越来离大家越来越远了。人权律师本身是维护这个社会安定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群体。我的先生也是一个人权律师，他也是希望通过他的法律知识，通过他自己本身律师来维护这个人的一个平等，法律所赋予他们的一些权利。那最后呢，这些律师成为了受害者。那这个社会的话呢，就是让我们感受到越来越不讲法律，越来越乱。那我们对这个我们家属呢，对这个非常感到失望。谢谢您。那么呢，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跟网友来发问了。不过在来接听他们来电之前呢，我想再请教三位这个夫人一个问题哦。就是说现在您都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些沧桑，还有一些辛苦，那身为这个维权律师的妻子，您还是继续支持您的先生走这条路吗？那我另外也想请教，说请你们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本身，除了你自己是维权律师的夫人、妻子这个角色之外，你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梦想呢？我当然支持谢阳这个做这种这个将来这个做人权律师这个角色，而且我觉得中国社会这样的不讲法治，这个群体是推动中国有秩序化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这个力量。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以前是当老师的，但是我现在就是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我自身还面临很多的困难，当然我是有理想的，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将来能够找到合适我的这个我喜欢的这种社会角色。同时在这个律师群体里面，我真的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把这些人权律师全部给无罪释放出来，包括这个709的公民吴干等，王全章，这些让他们这个真正的承担起他们所喜欢的也是社会所赋予的他的角色的这个任务，然后推动这个国家的这种法治进程。谢谢。那金明莲女士一样的问题请教您，您是否继续支持这样子的道路，以及除了身为维权律师的妻子之外，金碧玲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其实很支持我老公所做的事业，他是为了维护中国的这个按照中国的法律去维护这个中国的这个弱势群体的这个替弱势群体维权，所以我非常支持他的这个事业。我本身是一个做财务的，
以前也是被中国灌输，就是很多人也劝过我说你给你老公劝劝你老公啊，什么胳膊拧不过大腿，就不要去再去继续好像就是较真儿这一种，这个说你们已经就是说经历了这么多，又被骚扰，又被跟踪，又被失踪，这些现在又出现了这种，就是江天勇就是第二次被失踪，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都给他们说，我说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你们身上，如果你是一个当事人，你家里被强拆了，或者你的孩子不能上学，或者是你因为你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你的想法都不会是这样的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希望大家不管就是你是真正的受害者，还是就是说怎么说，大家都不要去作为一个旁观者啊，那是他的事儿，不管我的事儿。其实大家如果是这个思想这个境界，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关系到我们大家的这个老百姓普通生活的这些事情，我们都要站出来去发出来一个声音，这样的话其实对中国这个推动这个维权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进步。是每个人都自扫门前雪的话，社会是永远不会变好的。对，是最后请汪女士来讲一下就是您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是经历的比较可能会多一点。从最初，我的先生是一个律师，为弱势群体发声，那个为那个公民的政治权利、工人权益和他们的自身的一些经济权利，为他们维权。那导致了他自己本身失去工作，和最后到2008年我也自己失去工作。到中间经历了被关押，我先生被关押被酷刑，那我自己呢也被株连被关押，我不能够为我的先生去发声。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我的先生关押被判刑，那我也一直在力争说能够把我的先生能够救出来，能够和家里面和我们一起这样子一起生活。经历了这个非常苦痛的一个挣扎，我觉得除了这样方面的经历之外，你自己本身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你希望自己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梦想，希望能达成？我曾经的梦想的话，是和大多数的人的家庭一样，能够我家庭能够稳定，那我自己有一个孩子的话，可以幸福的一起去生活，追求自己所应该应有的那些权利，自己的家庭的和睦和美满。谢谢您。不过这样子的梦想呢，其实可能在很多的家庭是能够轻易达成的，但是在中国的维权律师的家庭里面可能是比较艰难的。那么不过呢，庆幸的是，其实中国内部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支持你们的，在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网上呢，已经有很多的网友留言了，当中有一些鼓励你们的言论，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其中一位叫做白沙烟的网友，他说呢，告诉他们墙内百姓支持他们。那么此外呢，在我们这个 YouTube 直播上，也有一位叫做江南春秀的网友，他说感谢谢阳、江天勇、唐金玲等勇敢的律师们，因为你们的勇敢，维权的人才少受了点罪。那还有一位叫做刘汉，他说律师是法治中国的护航者，中国大陆的政法书记太大的权力，周强大法官无能而失职。有一位网友呢，则是给你们一些建议，他叫做冷面热评，他说三位妻子还有其他被迫害的律师家人，应该可以多收集一些人权施害者的个人私据，个人信息，可以透过中国人权问责中心来提交到美国的国会，可以作为利用美国的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来制裁这些人的证据。那么这是我们一些网友的评论的点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来电，来跟这个三位妇人交流一下。首先我们请的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哎，您好，你好，哎，您好，嘉宾好，嘉宾好。对于中国底层社会的反抗，我是一直是非常支持的。
大家都还记得邓玉娇吗？啊，是巴东野三观梦幻娱乐城的邓玉娇，面对这个高玉良，或者说他的真实姓名就是邓瑞大，愤怒地拔出修脚刀自卫斩英官。而这个邓玉娇还有这个演播室里面的三位女性啊，她们都是出于中国的这个底层民众的，她们不属于高玉良，不属于什么令计划、张计划、王计划，不属于什么张永康、林永康，因为她们没有中央电视台某些女主播的这个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她们也没有那么风骚那么性感。哎，邓玉娇是属于我们的，今天我仍然是支持邓玉娇的，而不是说支持贪污腐败官员的。但是呢，我还想跟三位女士交流的就是呢，一定要注意斗争的策略。十八大以来呀，咱们就用不着再一个劲往前冲了。这个顶层设计啊，有时候比咱们老百姓生气还是更有效的。老百姓生气呢，更多的老百姓不像邓玉娇那样，而是打折了牙往肚子里头咽，忍气吞声。所谓的不义之怒是披发显足以头枪毙，顶多就是咱们老百姓拿着农药瓶子到青年报社去喝个农药什么的啊。但是呢，这个顶层设计有许多的邓贵大、许多的高玉良啊，甚至党国的一二品的大员都被抓进去了。是，好的，谢谢您，夏乐高先，您的意见其实跟刚金女士说的是一样，也就类似，也就是说呢，今天一般的民众你必须要出来为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权益来做维护。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你好。习近平讲依法治国，依法呢就依中国的法律，中国的法刑法确实规定有煽动罪，中国的法律禁止刑讯逼供，这是写入刑法的。至于说那个律师的案情我不了解，但是刑讯逼供确实在中国司法是属于违法性类型的。我希望中国的司法呀要改革，要推进一步，因为习近平讲司法要进行公正公开的进行审判，是吧？如果只有公开，公才能做到公正。说这些律师的案件我从新闻媒体上没看到报道过，既然是煽动罪的刑法规定不属于隐私，所以说他应该公开的审判进行质证，是吧？律师也可以进行辩护，自己也可以进行辩护。薄熙来当初审判薄熙来时，他也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是的，我希望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该推进，就是只要不属于隐私的不公开的审判都要在聚光灯前再进行审判，进行质证，有罪无罪，是吧？有。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我待会把您的意见转交给三位夫人来做回应。最后我们请辽宁的孙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孙先您好。哎，你好。这事儿不太了解，不敢多说，我只能劝说维权律师量力而行，别小胳膊扭大腿，好了不说了啊。好的，谢谢孙先。我们最后请山东的吴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吴先请说。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想说的是啊，通过709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在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多么的恶劣，中共对这个人民的打压是残暴无下限的。你想要通过和平，在中共当道的前提下，你想要通过这种和平的方式来为中国实现这个民主和法治也是不可能的，任何的民主和法治都必须以推翻中共为前提，就这样吧，谢谢。好的，谢谢山东吴先生。那我就针对这几位的观众朋友的电话，我来请教三位哦。第一个，我就是这个河北的张先，刚刚讲到了，他说所谓的这个依法治国，这个所谓的煽动罪或者是酷刑，其实都要受中国的法律。那刚才您也特别也提到，是说关于尤其自己丈夫是维权律师，是从法律的方式来进行维权的。在现在的事情发生在您的先生以及您的家人身上之后，你对中国的法治还有信心吗？反正在我家里这个谢阳案上面，以及我所受的遭遇上面，很多都是非法的、违法的，
包括会见权、这个通信权、这个了解案情权，以及对我的这个各个方面的监控、这个威胁等这些，都是没有从法律上面来保障一个人的基本的权利的。所以看起来这个并没有像刚才观众朋友所希望的，中国的法治的确照着这个制度来走。我也希望中国法治能够有进步，能够朝着这种真正的法治上面进行发展。好的，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金女士啊，刚才在辽宁孙先生他讲到了，他说他建议说大家量力而为，就跟刚才您所说的是完全抵触的，您认为说希望大家应该要站起来，您对孙先生这样子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太多像孙先生这一种看法，就是说量力而行，胳膊拧不过大腿儿，所以就是，当局怎么迫害你，你就，就是不要发出声音。也许他们就是大家还是想着存在一个侥幸的心理，就是说也许会你的家人会出来，会那个啥，只要你保持低调，保持沉默。其实这样，你如果是有这种想法的话，当局他会，就会更加的去迫害你，反而不会把你的就是说家人去放出来，我觉得他会更加严厉的加本带利的去迫害你。所以我就觉得像比如说我们709哈，我们这个王桥岭啊，和我们709这个所有的家属，我们一直在抗争，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国际社会对这个709事件的关注度提高很多，所以他现在就是说才选择了，就是有好像就给他们一个下台阶的这个脸面，就是说就是放出来几个，虽然李和平被判3缓4哈，但是就是说给他戴了个紧箍咒，但是人是现在和家人团聚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要不断的抗争，抗争才有力量，才有效果。是，那最后来请教这个王女士啊，刚才山东吴先提到说，在中共统治下以和平方式来期望有所改变是不可能的，刚好这个跟唐金玲律师的所谓的不合作的运动是非常类似，也是一个和平的方式。那您赞同吴先的说法吗？我觉得是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来抗争，因为唐金玲也提到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非暴力也就是要以和平和不是暴力的形式采取行动，我们去抗争。实际上呢，我们这些家属的这些站在演播室，我们讲出我们自己的遭遇和我们自己先生的遭遇，也是一种不合作的一种形式，告诉我们真实的这个状况，我们的所发生的事情，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中国的法治状况，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要是中国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以不合作的方式揭露真相，沿着法治和人权的轨道去行使的话，那我们这个社会化会改变会更多。那我们可能会每个人就不会存在于说弱势群体去抗争，不会出现拆迁或者说自焚现象。那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自己感觉到已经比较安稳了，我们自己才会真正的回到人的尊严方面去，我们才能够更加能够平安和喜乐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对，谢谢您，没错，真相是最有力量的。现在呢，我们线上还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也请各位观众朋友们简短发言，我们时间关系，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来跟三位夫人做交流。我们首先请江苏吴先生，吴先生您好。你好，你好，各位好。那个叫什么来着？关于这个人权律师啊遭受的迫害，我们对他们的经历啊，我们十分的同情的。如果把人权律师都破坏了，就整个社会就没有一个底线，就变成人人自危了。还有一个，我们给中央的那些的领导们，不要这么干了，真的不要这样干。再这样干的以后，你看人权律师杀了那些血菜的，最后的就是官员们也人人自危，因为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的结果到最后的就是暴力横行的时候了。好的，谢谢江苏的吴先，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傅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傅先生你好。
傅先生您好。中国的法律制定是好的，但是执行者是一帮蠢材，有些人贪赃枉法，有些人官官相护。我希望共产党在这方面应该加以整治，对于那些不适合当法律工作者的人应该淘汰。一个错案判过一个错案就应该更换他的工作，他不适应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因为他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是这样看的。好的，谢亮您的复先。最后我们请内蒙古的巴特尔先生发表您看法。巴特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喂，你好。你好。喂，听见吗？哎，是，你巴特先生请说。喂，巴特先生，您在线上。中国的话，那个不搞那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不会依法治国的。好的，谢谢您的意见。最后呢，还有辽宁的王先生，王先请简短发表看法。王先您好。啊，你好。请说。喂，你好。哎，王先请说。啊，我想对三位女性表示敬意。另外，我想请问他们三位，我们在大陆的这些国内的人能为他们做一点什么？就这一个问题。好的，谢谢梁宁王先生。那我就来请教一下这个，先从左边开始，陈桂秋女士。这个王先生他认为说，今天在中国国内他们能为你做什么？那我同样也加入我的问题，就是明天你们就要到美国国会作证了，那你们又希望美国方面能为你们做什么？我先回答这个王先生的话，就是说在中国其实我们的抗争都是揭露的，我们写过很多的文章来揭露真相，但这些真相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的文章往往就是甚至秒杀，需要翻墙才能看到一些事情的真相，所以我希望大家学会翻墙，然后呢希望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七零九案。其实七零九案除了我们当事人这些丈夫们受到的遭遇，这个受到打压之外，我的辩护律师例如陈建刚，他的小孩也不能上学，我们的家属们像我们受到跟踪监控，还有很多的家属例如北京的王倩玲、李文竹，他们的小孩都不能上学，而且他们不断的遭到逼迁，他们的房子一租了然后就被把他们要逼走，很多的这种遭遇，如果说是在国内很多平台是看不到的，所以呢，希望能够看到我们在国外发出来这些声音。这是这个国内的这个王先生，明天我们会到国会作证，除了这个把这个事情的真相说出来之外，我还真的希望这个美国政府能够因为我们的新的总统川普总统希望他跟我们的领导人打交道的时候，跟中国领导打交道的时候能够重视我们的人权问题，不要把人权当作交易，同时因为我的家庭是有个美国公民，所以才能来到美国，也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把这个中国许许多多没有美国公民的这种普通的家庭，他们的这种遭遇，希望他能够重视。我们得到了这些迫害，很多都是基于这种对人权的这种不尊重，这是我对美国政府对。是，那金女士呢？刚你觉得希望中国国内的朋友怎么来关注这个事情，以及美国国会怎么帮助你？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国内朋友，应该通过微信啊这些就是一些社交软件去转发这些事件，然后呢去围观，这样的话就是说表达一个你们的这个声音，其实对当局有一个压力好一点。对明天我参加国会，我其实江天勇在2016年的时候他都已经获得这个美国的政治庇护的批准文件了，但是由于中国就是边境不让他出境所以一直没有和我也来不了和我们家人团聚，所以我希望就是川普先生能够通过和访华的时候能够通过和中国领导人这个交涉，能够让江天勇就是直接的来到美国和我们家人团聚，
另外就是我也希望就是川普先生能和我们这个家属能够就是说在访华之前能够和我们家属见个面能够听听我们的声音我们把我们的经历川普先生他也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一个家庭我们像这种遭遇就是说希望他能够体谅对最后不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进那个汪女士来讲一下您的想法我对于说刚才王先生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在中国人来说的话都应该站出来发声音发出你们真实的声音因为只有大家一起发声的时候这个社会才会改变每个人的力量都是很大的不要去小看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家庭主妇都可以做到这个样子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做得到的对于川普访华对于我们明天去作证的时候呢我们是期望川普的话呢在访华之前跟我们这些受难的家属见一下面因为美国的奠基基础是人权和法治我觉得他应该把人权和法治放在第一位也多去了解这些对于中国的这些人权法治的这个情况和我们家庭这个状况另外他也有希望就是川普能够公开的这个就是说和中国交涉的这个不要就通过私下了我们去去作为一个交易对不要开闭门会议能够公开能够公开出来对好的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您今天所说的话呢中国国内的这个人民呢以及这个美国的政府以及美国国会都能够听得到今天时事大谈的节目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了因为时间关系无法一一接听观众听众以及网友的问题我们欢迎我们感谢陈奎修女士金辩玲女士以及汪艳芳女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告诉我们三位维权律师的近况并且分享他们的个人想法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代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呢将为您来专访失踪近两个月的台湾非政府组织人员李明哲他的妻子李静瑜女士请她来谈谈为丈夫寻求援助的经历还有心声请在北京时间的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最后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王毅下次节目再见